我来。好，好，你来。好了，不用了。啊，不用不用。有没有办法？你跳出的大师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 了。大师兄，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。大师兄，全部都被妖怪抓走了。大师兄，我被妖怪抓走了，烦死了。我来唱，我来唱。我想试一下，就是。哎，有哎，你先试这样唱的，试这样唱。哦。哎。你能不能有点追求？我想看到，我在寻找，我在寻找，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。那边，那边。你确定？走。喂。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没有张四啊，这个得再进来一点。张四，不然你感觉背着后面会重一点。我还想从猪饲料里面发现一点蹊跷。我第一次对一个猪饲料的配方表看得这么认真。哎，有翔翔，真的有，真的是真的有，真的有翔，翔都能被找到，张都找不到。今天贺哥就在这儿，大气的请客，真的。好，走吧。等一下，你们想吃什么？看到我后面散发着光芒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啊？不觉得这是财力的表现吗？并没有这么觉得。今天想吃什么我都行。好啊，哎，有觉得。觉得非常闪，我就想吃闪闪发光芒就行了。啊，不对，还是丁哥请，管你怎么说，必须请，没有光芒，真的是，就请了今天，请，都有光芒，请请，我就请。就吃个鸡蛋，等下我把这个放里面的。集齐七个蛋是吗？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。啊！哎，孔雀太恐怖，我真的不想再看下孔雀了。啊！你说我们长得这么帅，他会对我们开屏吗？不会。凭什么？因为他是母的。这还有呢，孔雀台上有个鸡蛋。哎，不是。是不是刚好放了七个呀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孔雀怎么不过去？你直接拿这个就可以叼过来，我怕惊着他们，他又飞起来了，待会儿。可以了。走吧，朱雀精神。哎，出不来了，耶，出去 ，finish。但是好像鸡蛋有几个坏了哟。没有不在这儿的地方。
马马马太难找了，马怎么找啊？哇，这个花好看。快找快找，马太难找了，马怎么找？算了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哎，这电动车上会有写马力吗？加油时。哎呀，马正，上啊！七，马上骑了七。丁晨鑫的丁，我现在就差一个马。什么地方有马？没有了，找不着了。丁晨鑫肯定没这种。这有一个心，有心吗？我刚刚看的，这不是心吗？以防万一哈，怕找不着自己的。以防万一。谐音也可以啊。心，新元素。那边有新元素的中国中文中文字那儿。一个中文，一个英文嘛，一个化学嘛，那不是两个地方了吗？就。行吧。我找不到张了。哎，不卖橙子吗？只卖蓝莓吗？不说橙子吗？维 C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张哥出去找了。今天必须把张找出来，其他人的名字我都不找了。我在这儿能不能找到规章制度的张呢？他必须是医生是吧？四声都不行。一个字都没有张的读音。我懵了，我有点想放弃了，兄弟们。我看能不能找点其他的。还有孔雀。这怎么可能找得到啊，兄弟？七百到手了，七百了，我集齐了，一个都没弄。那你这儿吗？不在我这儿啊。在你不在我这儿。你要是没翻船，你要给我一张副卡。不行。你要没翻船，你要给我一张副卡。你现在诬陷我，你是不像你的兄弟吗？你现在诬陷我，你是不相信你的兄弟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我你是不相信？那你要给我一张副卡。好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你就这么答应给他？我一张马家旗的没用。六张，七张的给我。把我手机给我吧。我没有拿你手机。都没用啊！可是，你给我，咱确实对他没用。你有聊文了吗？我有一张聊文，那给我吧。好，我给你，我现在给你，现在给我。啊，不行。再见了，中国，喜欢我就有点好。
实不相瞒大家，我就是那个面具杀人狂。等等，哎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怎么唱的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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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哎，不是这么唱的。我放一下 BGM， 等一下，我没有 BGM， 进入不了角色。哎，盖不下来，这个帽子太小了。和你演出的我，一二三，梦的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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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砰砰砰！哎，那你过去干嘛呀？没有啊，我是过来碰了呀。你也砰砰！哎，你们都砰砰砰了，快继续！还有我一个人，紫花丁哥。还有我一个，还有我，紫花丁哥。爷爷，大哥兄弟都来不得了，大哥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行啊！麦克，可能他没听懂我的口音。就是你知道每个地方的那个方言有不一样的区别，也有可能是别人太腼腆了。张家口，张家口。来来来，帮我拍一张。还得是伊利啊，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，永远的神。能钓上来，是加引号能钓上来。走吧，跟桌子没关系，一样秒杀战。你们好打。这点小事儿算什么？脱了外套打的还行。脱了外套打，脱了外套你还能打过我吗？完了，哎，着实没想到。确实没想到。朋友们，看一下，吃点什么吗？你都可以。三个，我看你，我继续弄烤了。你加油，随便，我都行。好，清汤啊，清汤啊。嗯。清汤。人不是吃那个的吗？吃啥呀？等一下。铜锅涮肉的。谁请客？你请客，你请客，你请客，你说了算。华强，你点吧，你请。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先走了。先汤吧，先汤吧。啊，我来。哎呀，我来。哎，你来。别了，哎，我们这儿的人太客气了，就给你，不好意思。真没什么，真没什么，真没什么，没事。今天这顿让给你了，明天我来。不，今天你真的真的，明天我好，明天我请不起你，这孩子真的没回事，真的不好。吴姓浩，浩，杨浩翔。
这都要整。大炮声，听好大炮声。啊！天虎出彩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看别人。别这样，你看别人老板老板。我得要切过来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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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拍到了，我拍到了，我拍到了，我拍到谁的手了？我先拍到了，我发了，别吗？我已经发了，我已经发了，我已经发了，我抢先一步，我好像拿这个也没用，不要了，丁哥请客吧，我请啊，我请啊，哎呦，你们两位真是，现在是享受生活的时间，你们两个还在这儿。努力的集卡，你看我手上有1200，我慌吗？丝毫不慌啊、嗯！讲究，真不吃饭。不是这卡，它结束了也就结束了。号，喜好的号。吃饭吧，丁哥，不算了。吃饭吧，吃饭吧。这么好好吃的东西，难道你还要纠结这么多？哎，接个电话呗。好、啊，炫耀一下，炫耀一份。你猜我们在哪儿啊？你猜我们在哪儿？你们那边有卡？我们有卡呀。我们准备去钓鱼，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。体验。我们在吃铜锅涮肉。还没集齐七张卡吗？你们应该不羡慕吧？别露出羡慕脸噻。马哥羡慕吗？马哥，张哥羡慕吗？马哥，张哥，耀文、亚轩。哇！快看快看，给你们夹一块。看这个。嗯。哎，夹到这里面。嗯。来，马哥，马哥是麻将哦。麻将，我看看，求我们给你热好打包回去啊。马哥，哎，耀文，啊，还没有集齐吗？对，我集齐了，昨天没集齐。七张啊？早就有钱了，我们都两副了。哎，看看看看，真不错，这牛肉不错吧？对，这牛肉在下。这牛肉真不错。我说就是，我是真不羡慕，我真的觉得，我现在觉得我。钓呗，钓不起来，好开心哦！我这边收到的消息是你们一条都没钓上，是说的是你们钓不上来。别找借口啊，不重要是吧？过程才重要，不重要，是吗？哇，好香，嗯，哇，太香了，好好吃啊！哇，好香，哇，哇，你看辣椒，辣椒，哇，是吧？我也要来点。你那个手晃的跟什么似的？给你个支架。你看到没？鲤鱼在呼吸。哎，看到没？那边。他也不来吃你的东西啊。我就知道。哎，看到没？我就知道。你敢装吗？鱼鳞都弹出来了。我蹦上天了呗，我知道呀。我觉得那边有意思一点，我要过去那边。那倒是。
对不起小贝，你好好钓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不是给人家弄死了，你快点去。别让其他的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弄死？能不能扶着这个头？我想找一条稍微小一点，就你了，小老弟。哎，等一下，别动。想多了。是你掉的吗？这不我掉的吗？哦，好了不得，是我掉的。你就下手轻一点。你别绑了，你别绑，他绑我真的会绑很难了。好办。我的宝贝，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做泡面，我的小鬼。手这样的，好吧，再见，再来了。今天算大丰收吗？大丰收啊，你钓了两条鱼。这什么鱼啊？鲤鱼。回去还得先给、哎、好累啊，钓了两条鱼今天。嗯，还得先给它扒皮。做烤鱼吗？直接。扒皮。烤鱼。差不多。只要有调料就行。老干妈就可以了。我想吃剁椒鱼头。我去鱼香肉丝，怎么找吗？准备。鱼香肉丝里面没有。什么？刚刚太失爱了。你们在干嘛啊？林哥。干什么？你们在哪儿啊？梁文不是，这是小度。啊，没事。吓死我了。在哪儿啊？我们在吃好吃的。你看我们钓的鱼。钓的鱼吗？好肥。你们买的鱼。买的。哎呀，我知道。有手就行，换了池塘。我们钓的。钓的鱼鳞都刮了。哇，真的难钓。哎，这个鱼鳞都能刮掉。钓的鱼你们钓上来就把鱼鳞刮了。多少钱一斤啊？没刮呀、啊。没刮鱼鳞啊。多少钱一斤啊？你这个鱼明显就不是钓上来的，都打晕了。多少钱一斤啊？大哥。钓上来的呀、啊。我鱼线都被逮烂了。你知道钓的时候好吓人，那差点把梁伟扯下去了。说的很逼真啊你。说的很真，真的不是不是，我跟宋轩钓了一条，然后张女儿跟马阿奇钓了一条，对啊，我都相信了。我们鱼得卖20。真的？不是，反正你们不信也得信，我们事实就是这样子。我跟来之后视频播出之后，有视频见真伪，不信就是不吃。有视频吗？有视频为证吗？有啊，看一下你们钓的视频一直录着的呀，全过程给你录，全程拍摄。回来找给我们看。我去找你们吃饭，你们在哪儿吃的饭？没有你们的
没有你们，我们没有你请我们，我们也有钱，我们自己有钱。那你有钱你自己过来吃呗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在不在也无所谓。哪个地方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坐你们桌上旁边的。你找呗。在你心里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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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